嗨，大家好，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 Brent，欢迎大家收看本周的美洲华尔街的节目啊。那这个周大盘回调了，是在新高之后呢，挺长时间也是高位盘整啊，差不多能，比如说纳斯达克吧，高位盘整能横着能有7个交易日的时间，然后今天呢才算是向下做了一个走坏的状态。30分钟的纳指今天是第一天向下做了一个破位的动作啊，一目了然。就是这个箱体整理，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关注的箱体整理，所以已经向下走了一个破位的行情。标普五百那就很弱了，标普五百的30分钟早早的就已经呈现了下跌的态势，这个道琼就别提了，道琼是都已经开始走加速下跌的一个迹象了哈。那道琼斯呢就走到了更深一层次的一个支撑点啊，34,490左右的这个位置。道琼的这个支撑点呢，可能会更宽泛一点，是这么个造型，大幅度的一个震荡。我们可以观望一下下个周道琼斯这里是否会有一个轻微的反弹。对于下个周大盘的预测呢，还是稍微有一点点难度的，因为今天跌的不少，跌的还是不少的。我倾向于，在下个周可能会有反弹。我认为呢，这个市场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回调，不是简简单单的。像以前一样打到20天均线，立刻就向上反弹。就我看这个架势，今天收了个突角阴线呢，下个周应该20天均线应该是撑不住的，所以我是还是略微偏悲观的吧。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去先首先呢先去看一下，我在这个周做的美股富豪的节目，星期五做的美股富豪的节目，那我的观点和我的操作的想法在那个节目当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这边我就不去。特别详细的去划分出来了，我倾向于下个周如果有跳空低开，首先我们会 take profit。这个周大家也看到，我们的分析师们的收益率呢都还是很不错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周早早预测到了大盘的风险，然后呢，并且卖掉了多头，开仓了空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周大盘下跌的时候，反而收益率很好，尤其是 Jason 老师他已经是满仓了。你像我呢，还是有部分的多头，然后在大仓位的叠加上了。这个做空仓，但是 Jason 老师呢，他就是满仓的做空的仓位，所以他的收益率在这个周是表现得很不错的啊。然后我们也觉得 Jason 老师可能会借就是这张单呢，就此的开启下半年的一个盈利的模式，因为我去年也是一直在做空，上半年没做好，但是下半年的时候，从9月份开始，整个的这个收益就开始起来了，就我们的那个小账户也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2万做到今年的5万块钱。所以，我们觉得 Jason 老师今年下半年呢也开始启动了。好，那我这边呢，纳斯达克已经回调到了20天均线的位置，我还是觉得会继续往下走，关键是还有空间。好，这个地方20天均线这附近可以有反弹，所以我刚才讲，下个周如果低开可以高走，但是如果是平开的话呢，我们要观望一下，这个留给下个周再说吧。但是目前来看的话，空间还是有的。标普就很难看了，标普距离50天均线的位置，我个人感觉按这个架势来看的话，应该是不在话下啊，应该是不在话下。所有在前两天在这个位置上面还在不断做多的朋友啊，你亏钱了的话，你要反思，压力上沿边的位置，你非要做多，你不一定非要做空，但是你这里非要做多，那你就很危险，你就很容易被套住。所以就出现这种情况，那很多人呢，他在这里买了，啊，大盘下跌一两天，觉得还可以扛，啪，这样一根下跌，就感觉很，就受不了了，啊，再往下跌一跌，跌到50天均线的时候，真的承受不了了，没办法要止损了。这刚一止损，殊不知这个东西是碰到支撑点了，可以在这个支撑点这个地方开始向上反弹了。其实这里也就是我们期待的进场机会，我们下个周看看吧。啊，每天都会有收盘的节目，我也会有那个步步为营的节目。然后大家可以去盯我每天的及时的思路，还有这个交易的单子，大家在这里面呢，都可以看到。这个周我们很好啊，就是无论大账户的收益是最好的啊，可能展示仓没体现出来，可能才涨了2%吧这个周，但是我们大账户的收益，包括小小账户的收益，还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因为主要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小小账户，这个是我们4000块钱做出来的账户，从4000现在是做到了。1万，那么今天在大盘下跌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1000多块钱的收益，主要就是之前叠加了 QQQ 的 put 和 VXX 的 call，
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些，再就是亚马逊的看跌仓位，这个是昨天开仓的，所以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下个周，整体我觉得还是看空，会伴随着阶段性的向上反弹，就是这么个情况。UVXY 呢今天表现的不是很好，表现的一般般，尤其是在早盘的时候，这个大盘一度下跌的时候，它也是跌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了，最后 UVXY 还是选择了向上去突破。下个周我看涨的股票呢，就是 UVXY，好吧？这个是我们看涨的产品。其实最理想的状态呢，我个人认为应该，因为今天纳斯达克其实是没怎么跌，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道琼有点反弹，让纳斯达克去下跌补跌一下。这个样子的话，道琼在震荡震荡，大家再继续去往上涨。注意，这个是虽然是阶段性的回调，但也只是上升过程当中的 pullback。回调结束，整理完了之后，年底我依然上看新高，好吧？这个是大方向，先给大家去定下来了。细节上面的个股，我们短期的走势，这个就是短线交易了。多看我们的视频，我们会持续的为大家去跟踪。所以下个周大盘整体看跌，然后选择的仓位是 UVXY，然后具体的细节上面的操作，比如说周一开盘，我是不是会卖掉我手里面的 UVXY 和这个 SQQQ 反手去做多呢？如果跳空，大概率事件，那这个点位，进场的点，或者是盘中时间段哪一个点是止盈的话，大家可以扫我们的二维码，然后加入到会员，我们一起，相信这一波，无论是跌下来跌透了，还是说跌下来之后的这个抄底，我们在年底都会有很不错的收益。好的，谢谢大家。各位好，今天是9月10号周五晚上啊。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做一个预测啊。为什么我非常喜欢这个节目？因为这个周末呢，是给大家一个对上周的自己的操作或者预测的一个重新的判断哈，然后回顾总结为下周做准备。那么这一周呢，我想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辈子呢没看过6家大投行同时对美国的股市呢发出了警告啊，包括今天这个德国银行，他们给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卖出信号啊，说非常叫 hard correction 硬着陆啊。那我想要说的就是我们现在美国啊面临内忧外患。上周五的这个就业数据出来以后呢，虽然大家有一个 excuse 说啊，这个美联储可能啊不会那么快的退出这个资产购买，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呢，就是周四欧洲央行已经暗示要退出，这是板上钉钉的啊。那么昨天呢又曾经这个美联储官员也讲话要退出这个量化宽松啊，退出资产购买。这个一个是数据非常糟糕，无论是从零售数据、失业金人数、CPI 数据，包括今天的 PPI 数据，通货膨胀压力依然非常大，经济非常疲软，高盛呢同时也把美国的 GDP 从八降到了2.5，8.5降到2.5，你说这个经济会有多大的这个失误？另外我们看到拜登呢也是，在这一次呢，今天呢是恳求国人呢，能够提高他的这个打疫苗的这个覆盖率，现在只有大概不到6成吧，而且共和党给了他很多难堪。那么再看海外方面啊，听说恒大呢放了很多的资产呢在这个做抵押，放在这个比特币的这个交易所。我们这个比特币啊，在这个这一周呢，由萨尔瓦多由于执行了比特币为这个国家货币之外的法币以后呢，这个比特币呢出现了一轮这个5.22的一个上涨，结果当天呢就暴跌啊。那么这个是不是和恒大的抵押有关，也是一种这个经济衰退的暗示呢？啊，那我们拭目以待。另外，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经济呢，中国恒大的债务危机呢，会不会引发更多的暴雷啊？这也是市场可以说，应该说非常关注的。所以这次的 correction 呢，应该是箭在弦上啊，所以下周呢，我还是看跌这个股市比较明确，因为同时有六大投资银行给这个集体看唱空美股的话，这个在我印象当中是没有。
说明去年这个股市啊，去年这个股市的总量呢，等于过去20年股市流入总量的一个总和。大家想想这个数据有多吓人啊！一年等于全20年的整个股市的总量，所以这个股市的增量的爆发啊，它真的是很难去啊维持这么大的一个强势。好，那么讲到这个个股方面呢，咱们今天的这个上周呢，我们推荐了一个这个韩国的一个股票，今天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40%的波动啊。那么在此呢，感谢各位对我的鼎力支持，因为我是这个是粉单，但是坦白的讲，这是粉单当中啊被并购的案当中最有，应该说最有这个实力的一家，它是一个区块链啊。那么它和韩国的高速公路啊，和中国的这个银行帮他们这个做数字货币，韩国的数字货币据说也有介入啊，所以呢这个股票呢，我觉得它的实力，像到现在的市值啊，同时韩国方面也确认了他们购买了这个壳啊，当然是一个粉单的壳，一个1976年就成立的壳啊，我觉得这个粉单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么我也在直播当中呢啊，每天扫描这个粉单的股票，因为这个股票 MTRT 原来只有5分钱，那么想想如果我们在这个盘中抓住这种绝佳的这个借壳上市的这种概念的话，那么就不得了的钱。那么2021年的这个股市呢，将有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因为我觉得一些过去的网红的票现在可能就不大管零了，比如说今天这个大姐木头姐卖掉了这个特斯拉的股票，那我们看到特斯拉的股价呢，最近呢也是不是特别好做，所以呢我现在呢主要是以价值投资去发现一些投资的机会，找寻5到10倍，当然5到10倍在过去的时候大家觉得非常的轻松，非常的容易，但是呢今年会非常非常的难。本周我看好的股票呢叫做 UVXY， 这也是最近波动非常大的。那么 UVXY 在这一波调整当中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大家看这个波动非常非常大。那么如果大家希望下周和老王同步在8点钟能够纽约时间和老王一起同步一起操作美股的调整行情的话，欢迎大家加我微信啊，然后指明要参加老王周一的8点钟的直播啊，这是收费的，感谢各位的收看，谢谢大家，拜拜。Hello， 大家好啊！那么又到了我们每周的这个每周华尔街节目哈，那我们呢就是看一下本周呢这个走势哈。基本上的话呢，前面的4天都是这个小阴小阳，那么周三、周四的话呢，有那么一点点往下的一个动作，但是呢，真正的下跌的话呢，还是产生在周五啊。那么周五的话呢，这个三大指数下跌的幅度的话呢，都是不到1%的样子，但是呢从周线的图形上来看的话呢，这个基本上都是不是特别好看啊。这个道琼斯指数呢，这个基本上是一颗阴线啊，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几周啊都做了一个向下的破位动作啊，这个从周线的形态上1、2、3、4、5、6、7七周的图形啊，基本上就是打回了这个前面7周的低点啊。那么这个力度和图形的话呢就不太好看，标普的话呢相对还比较好一点，但是呢最近的这个3颗 K 线的组合的话呢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纳斯达克在三大指数当中走的最强，基本上对于上周来讲的话呢也是形成了一个穿头破脚的这么一个图形啊，穿头破脚的一个图形。所以总体来说呢，三大指数在目前的高价圈的话呢基本上都是一种顶部图形的一个 K 线组合。纳斯达克为例的话呢，如果出现穿头破脚的话呢，和前面有这个例子的话，基本上是要调整2周啊，至少要调整2周啊，这个位置的话也一样啊，调整3周啊，这么一种图形。标普指数的话呢，这种 K 线组合也预示着后面啊也会有相应的调整。道琼斯走的是最弱啊，最弱。那么从本周的这个周内的一些
消息面来讲的话呢，就是欧洲央行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啊，这个结束宽松的一种表态。然后后面的话呢，还有一个澳洲、英国、德国股市的一个这个下跌。那美股这边的话呢，稍微的显得强劲了一点，到周五的话呢，才表现出这个下跌的这种意愿和意图啊。这是关于这个货币政策啊，还有一个股市表现。那就美国境内的话呢，那现在的话就是上周五的就业这一块啊，就着前面几次非农，如果就业不好的话，市场表现都非常不错啊，都向上走。但是呢，自从上周五之后，可以说呢，我们没有看到市场的一个强劲表现啊。这个54321啊，从上周五之后就周一抖了一下，然后呢，这逐渐逐渐的开始往下啊。还有这么一点点加速的这么一种味道啊，所以从这个位置上来看的话呢，市场对于货币的宽松的前景并不是非常乐观。虽然现在的疫情还很严重，就业还不到位，通胀还比较高，但是呢，市场给出的表现的话呢，还是啊比较不乐观的啊，比较不乐观的走势啊。这是关于市场啊，这是关于市场。那本周周三的话呢，这美联储也出了褐皮书啊，然后后来的话呢，有多位美联储的官员也都表示啊，这个我们这个无论从数据也好怎么着也好，都支持我们年底的缩表啊。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所说的数据啊，原来所说的数据就是就业啊，通胀。我们看到的就业怎么样，看到的通胀怎么样，并不没有看到具体的好的方向啊，并没有看到好的方向。所以说呢，我们不知道他们这个衡量标准是什么啊，但是至少这个表态和这个吹风的方向还是往货币紧缩的方向，从缩表的这个方向上去这个继续推进的这种从语气上啊。所以说呢，我们要看最近一段时间美联储最终靴子落地的方向。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呢，从指数的表现上来看，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向下选择下跌的这么一种走势了啊。那么以标普为例的话呢，它前几次的话都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时间间隔的一个状态。那现在的话又到这个位置，从时间间隔的角度呢来讲的话呢，它指向点应该是在9月17号啊。但是9月17号如果走到9月17号的话，基本上就把这个上涨趋势要破坏掉了啊，要破坏掉了。所以呢，即便到9月17号有所反弹，恐怕呢也是这个在趋势破坏之后的一个反弹性质的一个走势啊。这是说正常走势。如果说周末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啊等等等等的，那市场选择向下跳开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一番天地了啊。那咱们就再继续看。那比特币的话呢，我们所看到的图形基本上还是一个4小时一个向下破位的一个图形，看看周末怎么样吧。至少到现在为止4小时不支持上涨啊。黄金我们还是依然维持我们原有的判断，在美联储靴子落地之前，它会围绕着1800点附近震荡。美联储靴子落地之后，黄金的话会选择下跌。原油市场的话，今天是向上反弹了一下，但是呢，在70美元这个位置的话呢，还是有相应的压力啊。不排除呢会往上顶一顶，但是总体来说，调整的意图和需求的话比较明显啊。这是从总体的这个盘面上啊，基于我们对于盘面总体的判断的话呢，那我依然下周判断市场是下跌走势。那么这个判断的产品的话呢，还是 SQQQ 啊，我判断它的一个反向产品的一个上涨啊。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好，欢迎来到这个每周大盘预测。那么首先我们本周在周五的最后一天，我们几个指数呢都出现了这个不同程度的这个下跌啊，跌幅还是比较夸张的。那么标普这边的第一个现货的位置呢还没有去补上，但是也马上了，下周开盘
夜盘的时候给一个跳空的低开，这边应该直接就能补上。但是补上了以后，我们需要观察一下几个指数整体的表现啊，因为今天的跌幅主要是就是本周是个短周嘛，然后今天的跌幅呢比较大，整一周的一个跌幅已经是做出了一个翻转的一个形态，并且在纳指这边呢已经是把这个跳空的缺口给补上了。所以说，如果下周还有接着低开的一个情况出现的话，我不太认为这个低开可以接着去追空，哪怕我们要看空到下一个跳空缺口的一个小支撑平台上，我们也需要给大盘一个反弹的一个时间。我们并不是说要反弹去找一个短期的一个机会，而是说我们在反弹以后再去做空会有更好的机会。啊，会有更好的这个入场点，利润空间会更大，安全的一个边际也会更加的，有利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本周的一个选择应该也是比较正确的，我们选择在高位的时候去做空了特斯拉。那么特斯拉在本周的表现的确是不好啊，并且在本周的时候我也给大家分析过了，就是我们三十分钟的一个从一个三十分钟的一个头肩顶的一个突破失败开始去延伸这个下跌的行情呢，也是被我们牢牢的抓住了。所以下周我会认为，特斯拉在这个地方是有机会去接着回踩720块钱的一个关口，但是会在733这个缺口补上以后。给一个低开以后可能会有反弹，但是这种反弹是不能追的，反弹以后会接着去找下方的一个支撑，作为一个双底的一个形态。那这样呢，等到一个双底形态出现了，我们就可以考虑看看这个时间上和这个形态上的一个支撑是否吻合。比如说我们9月底来了一个双底，那么我们可能10月份还会有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回调的测试，那么在这个时间点上呢，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下，先用小部分的仓位开一个观察仓。那如果说在下一次的回调，或者说下一次的反弹来得比较猛烈，放了一个利好消息之类的，然后再去做回调的话，然后把这个时间拉长了，我们等到了这个下一份季度财报出来之前才开始去触摸这个双底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在这里，这个双底的形态去抄底后半年，就是明年预期的一个行情。所以我们在整体的一个行情当中呢，短期当然是看空的，所以也是这本周要选择特斯拉去预测下周看跌的一个原因。所以呢，我们暂时还不能说等这个 gap 上了就直接开始抄底，好吧？所以下周我看见的股票就是这个特斯拉。并且我们也看跌一下这个大盘的长期走势。好的，感谢大家观看。